前接下第60届金马奖的主持重担，当天的表现堪称领事物，获得网友们大赞。稍早他在社群发文感谢那些站在没有光的地方默默支撑他的所有人。露露表示，一个典礼的完成需要很多人的配合与帮忙，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，妆容发型师、服装师、经纪人、助理会在他登台前帮忙进行最后的确认，直到进现场的倒数30秒。虽然当下感到很紧张，但是想到在没有光的地方为他加油的工作人员和经纪人，以及台下满怀期待的观众们，瞬间就觉得充满了勇气。露露很感谢经纪人对他的信任与付出，但不忘调侃对方这样应接工作根本是疯了。他也很感谢老板陈正川与助理，有这些人在他身边让他很安心。文墨更感性直呼，虽然他们站在没有光的地方，但对自己来说他们就是光。一番发言迅速吸引破万人点赞。you